套子得有20多年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了。老乡们，大家注意了，我们通过监测发现，最近山上有老虎，请大家注意安全，不要上山。虽然从未相逢，但我很自豪能在远处守护着你们，保护你们的食物，保护你们的家园，还有你们回家的路。因为我们的努力，东北虎回来了。现在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生活着50多只东北虎，这里也是397种野生动物和3890多种野生植物的家园。保护生物多样性，为后代留下生动的大自然，需要每个人的行动。虎年，迎接更多东北虎归来。生动，源自行动。